各位佛友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坐。昨天跟各位佛友说了一些大实话，今天妙音居士让我再跟大家说点什么。到妙音居士这块宝地来，妙音居士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既然让我再说点，那我就再说点。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话题是讲业力身转为愿力身。这一生我们各位都是以凡夫之身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的身是业力身，多生多劫以来我们所造的种种罪业在这一生都要受到果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清楚地明白，我们今生所受的苦所遭的罪，这是我们今生受的果报，有果必有因，在这个果报之前一定有一个因。众生往往是为果不为因，现在受到果报了，知道恐怖了，害怕了，他就不知道造业的时候那个因是形成这个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怎么样讲现在的业力身转为愿力身，这是我们今生今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干什么来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学佛人要把它弄清楚弄明白。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有三件事需要做，第一是消业，第二是做度众生，第三是做佛。如果你这一生把这三件事做好了做圆满了，你这一生必定成佛。怎么样消业呢？首先要认识业是自己造的，了也要自己了，受苦了苦，这是我们应该认识清楚明白的一件事情。无要怨天尤人，我们这个业力身来到这个世间也是给众生表法的，所以你受再多的苦遭再多的罪，你就把它想象成这是佛菩萨的安排，佛菩萨对我的考验，也是我给众生表法看的，这样你就不觉得这是苦这是罪了。通过我得这场病，我把这个问题就提升了到这样一个认识的水平。所以把业力身转为愿力身是我们今生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外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叫成愿再来。以前我的想法就是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去了，见到了阿弥陀佛，然后我再回到娑婆世界，这就叫成愿再来。现在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一定你非得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再回来，这叫成愿再来。你今生今世讲你的业力身转为愿力身，念念不忘众生离苦，你现在就是成愿再来，不必等到非得往生。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认识对不对。我们学佛人应该像什么呢？我理解应该像一块磁铁，磁铁它是有磁力的，它有亲和力有吸引力，让众生见到你就生心生欢喜。我们要以慈悲心和欢喜心去影响你周围的众生，把你的慈悲你的欢喜带给众生，让众生也生慈悲心也生欢喜心，这是我们学佛人应该做的事情。愿力身
不是很难转的。有的人说，我现在也想转，我不会转，我怎么转？这个都在一念之间。你想把业力身转为愿力身，你愿意用你这个愿力身去为众生服务，你就可以把你的业力身转为愿力身。如果你想我转不了，那真的，那你就转不了，你就永远带着你这个业力身。有四句话我非常喜欢：身负使命来，脚踏莲花去，人说是生死，我说是回家。只要你有这个信念，你今生一定会把你的业力身转为愿力身，好好的为众生服务。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我想讲一讲转凡成圣。现在呢，我们都是凡夫，以凡夫之身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但是你可以把凡夫转为圣者。怎么转呢？首先你应该这样想：我今生能够成为圣人，这个我想也不是说往生之后回来，往生之后你就成为圣人了。你没往生呢，你把你的业力身转为愿力身了，你现在也可以转凡成圣。我想大家如果听净空老法师的讲法，这个问题好像都已经讲明白了。如果我说的这一些话说对了，那是我听老法师讲法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如果我说错了，那是我个人的问题，因果自负。作为我们学佛者，我打一个比方，我们应该像什么？我们应该有大山的气魄，大海的胸怀，大地的醇厚，圣者的风采。这样我们对众生才会带来益处，我们才会给众生做出好榜样。如果你没有大山的气魄，你没有大海的胸怀，你也没有大地的醇厚，你一定不会有圣者的风采，那你就是凡夫一个。我们学佛人应该努力转凡成圣，不要甘心情愿，我这一生我就是凡夫了。如果你这一想，你这么一想，那你这一生就是凡夫，没别的话可说。还是转念的问题，你转念你要成圣，你就成圣；你转念你是凡夫，你就是凡夫。谁是凡夫，谁圣贤？凡夫圣贤一念间，你若能把念头转，你非凡夫，你圣贤。这句话就告诉大家，念头一转，你就由凡夫转为圣者了。怎么样转？我有两个方法，这也是跟净空老法师学的，听法听来的。一个是舍，舍什么？舍弃那十六个字。老法师讲法多次重重复复地说，有人说这话我都听过多少遍了，不管你听了一千遍一万遍，你听明白没有？如果你听明白了，你照做没有？如果你没照做，等于你没听，实际上就等于你一遍也没听，因为你没听懂，你没照做，你听而无听了。应该舍弃十六个字，老法师说：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看起来很简单，
就像老法师提那20个字一样，也很简单。我说，如果你这16个字你做到了，你今生一定成就；如果你20个字你做到了，你今生也一定成就。不用贪多，你听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照做了，一点一滴的去做，你今生一定成就。不要小看自己，有的佛友在一起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说，我不行，我能成佛吗？那我告诉你，既然你起的是这个念头，那你就不行，你今生你就不成就，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信心成就啊，你怎么能成就呢？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舍弃老法师谆谆教诲我们的这16个字，或者是那20个字，都可以。另外，第二个舍，舍掉我。你总是以我为圆心，以自己为半径画个圆儿，你永远在这个圆儿里，你跳不出去，你成天就是我我我。实际上，这就是自私自利。但是我又一想，自私并不能自利。如果你自私了，你能得利益了，那都可以啊，你可以自私啊。你仔细推敲推敲，自私自利这4个字，你自私了能不能自利？不能自利。就像老法师讲法说的，你吃100年的亏，你最后占大便宜了。这个大便宜是什么？是你做佛去了，你占了无数无数的便宜，那是小便宜，最后你吃了大亏了。你到哪儿去了？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什么是吃亏，什么是占便宜，什么是大利，什么是小利，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舍掉小我得大我，舍掉大我得无我，舍掉无我，如果你把无我得到了，你今生必定成佛，因为你没有我了。现在我们众生舍不掉的就是这个我字，总觉得这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就是我。我们说话开口不离我字，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的。你把这个我字舍掉了，你念念想的是众生，你本身就没有我了。你没有我，你就是圣者；你有我，你就是凡夫。所以转凡成圣，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现在我努力向这个方向努力，我现在是凡夫，但是我不甘心情愿做凡夫，我一定要在今生今世转凡成圣，最后到极乐世界去做佛，这就是我的信念信愿。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快乐的生活？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因为这是我们众生人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管是学佛的人也好，还是没学佛的人也好，坐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什么呢？说人活得太累了，是不是这样？大人累，孩子累，有钱的人也累，清贫一点的人也累，没有人不说累。你仔细看看你周围，你的同学、同事、亲朋好友、家亲眷属，哪个不累？包括你那个孩子，现在6岁开始上学，大书包10了多斤重，背着都压得直弯弯腰，累不累？
从这么小点就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快乐就承担的就是这个苦啊累呀、啊、多可怜呐、啊、有钱的人累，我说有钱的人比贫穷的人更累上十倍，因为啥？每天那个应酬啊，那个吃啊，那个喝呀、啊、没完没了，是不是负担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体会的，反正这样的事情我可承受不了。像老法师说的，一天这个应酬你就握手都是一个负担，现在不握手了，握手少了，除了吃就是喝，一顿饭没有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甚至半天是吃不完这顿饭的，大好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可不可惜呀、啊、如果我们能拿出这点时间去念念佛，去修修心，我们的身体健康，身心愉快，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把这个精力、这个财力、这个物力都用在那些方面的呢？但是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好在我们学佛人离这方面就比较远了，我们相对来讲就比那些人快乐一些，幸福一些了，这是我们学佛人的幸福。另外还累在什么？没有终了的欲望。你想想人活着累第一因素是什么？就是欲望。现在人的欲望无穷尽。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我说我小时候从农村搬到城市来，我记着我爸爸一开始买了一台自行车，是飞鸽牌的，飞鸽牌在50年代那是名牌。哎呀，高兴的我和姐姐不得了，我家有自行车了，但是我们俩谁也不会骑，好像摸一摸都觉得挺心疼的，怕把它摸坏了。后来我爸爸又买了一台收音机，叫红星牌的，在当时来讲也是名牌。我那时候就思想简单，从农村搬过来没看着过这个东西，这是啥东西啊？他怎么能唱呢，还能说呢？那人那么大个小框框，那人从哪进去的呢？我记着可笑得很，我和姐姐围绕着这个录音机到处找哪嘎有门，这人是怎么进去的，这大人怎么能变小的，现在看来都是笑话了。就那时候的孩子特别天真淳朴，这有了录音机这就很高兴啊，但是不会开不会关，不知道拨台，总得等爸爸下班回家了，我要听唱歌，爸爸给拨，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你说我现在很留恋那时候的生活，我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比现在要快乐得多，虽然吃的很简单穿的很简单，家家户户都是这样，那时候住那房似的，是一趟一趟那样房吗？两趟房门相对，两趟房门相对是那样的房子吗？一趟房是18户，就这样的家家户户相处的非常和谐，没有听说谁家打仗了，也没有听说左邻右舍谁和谁吵架了，没听说过，就是家家处理都像亲戚一样。哎呀，你家做点什么好吃的换个样给你家送点，他家吃点什么好吃的给你送点，特别好。那时候简单到什么程度，我记得60年代闹饥荒挨饿，在座的可能像我这个年龄的都经历了，饿的那滋味啊太难受了。那时候就想，如果我能吃一顿饱饭，我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那时候不宣传共产主义吗？我就认为我能吃一顿饱饭就是共产主义，没有饭吃，每天喝那个面糊糊泡面糊涂粥，你想加点菜叶你菜都没有。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件事，我为什么说我父亲是标准的共产党员，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好。有一天邻居们说哪哪有块地，那个大头菜呀都砍掉了，那不地下还有耙的壳吗？
说咱们去把那个扒拉壳捡回来，好煮那个菜粥喝。我和姐姐就跟着去了。去了以后吧，人家大头菜都砍掉了，扒拉车扒拉壳趴在地上，我们就和邻居一样，就把那扒拉壳嘎回来了，就准备用这个洗干净以后熬面糊粥。我爸爸下班回来了，问我和姐姐，这是哪来的？我和姐姐说，和邻居一起上大地里嘎回来的。我爸爸脾气特别好，不但深斥我们的，当时很严肃说，哪拿来的送回哪里去。我和姐姐不理解呀，这文明民也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人家不要了我们去捡回来还不可以吗？不敢跟父亲辨别呀，让拿回去就拿回去。我和姐姐就把拿回这扒拉壳菜从哪个地里拿回去，就又送回到哪个地里去了。回来我爸爸给我们讲道理，说现在全国都苦，都没有饭吃，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毛主席也吃不饱饭，我们为什么不能和我们的党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那时候我是对爸爸的话吧不是那么完全理解的，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如果我爸爸活到现在，他一定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给我们后代留下了光辉的榜样。我说那时候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那个时候的生活非常快乐。我当时我爸爸妈妈我姐姐刚结婚，在家我姐夫我们五个人。我姐姐怀孕以后吧特别能吃，她老饿，所以我爸我妈我姐夫我们四个人的饭省出来给我姐吃，就让她吃饱，就是这样她还吃不饱。我爸是木匠，上班的时候上楼上不去，就腿是软的，因为他吃不饱啊，连稀的都喝，都你想喝饱了都没有门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找我一个同学去上学，他家里三口人，因为他爸爸是在大食堂工作，所以在吃的方面条件比我们稍微优越一点。我到他家以后吧，看到他家吃的是什么呢？馒头、大米粥。我那时候就想，哎呀，他家怎么提前上共产主义了呢？我们家什么时候能进共产主义啊？那时候就把那一个馒头、一碗大米粥就当作是共产主义的享受、共产主义的生活了。但是没有怨气，不知道埋怨，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那时候因为是平等的，你看走邻右舍，大家吃的都是这样啊。不是他家吃的多好，我家吃的多差呀，所以大家就没有怨言。我想，如果现在再有这样的事儿，那可能就是怨气冲天了吧，不会一句怨言都没有了，因为贫富太不均了，人心不平啊。所以生活快乐，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计较的少。你贪求的少，你就快乐。所以说，按老法师讲法里告诉我们的，你要生活的快乐，两句话：提升你的灵性，降低你的欲望。一个提升，一个降低，能转变你的人生。这话我不知道我说的大不大，我就是这么感受的。因为如果你不提升你的灵性，你就会在那个欲望的大海中，永远在无边无欲的无厌的大海里沉浮，那个是个苦海，不是个乐海。所以我们的欲望一定要降到最低最低处，横不攀，竖不比。我家住的那个地方是开发区，有钱的人很多，我们住的那个楼是独门独院，在我们那个楼里住的很多都是有钱人，所以我们院里一到晚上，不管是公家车也好，私家车也好，满院子都是。可能我家在那个院里
是最穷的，因为我家不但没有车，也没有马。昨天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也没有积蓄，也没有存折，我们家就是清清白白这几个人。但是我对这些没有一丝一毫的羡慕。我想，人家有是人家多生多劫修来的福报，但是我想，不管你哪一生哪一世，你修来的福报，你今生今世一定要惜福。现在我发现大家，无论大人和孩子，尤其是有钱的人，太不知道惜福了。你就这个，我把这个福啊，和你这个祸呀和罪呀，比作一个天平，它是平衡的呀。你这个天平里是福，你这个天平里就是祸，就是罪。你痛痛快快的把你这点福报都享完了，你剩下的全是罪了。但是现在人不理解呀，卯个劲儿的享这个福啊。你比如说，有一个佛友，他靠一种什么本事赚钱呢？就是看事儿，据说非常赚钱，说每天看半天，就像那个上医院看病挂号似的，去晚了都挂不上。哎，不是看上午就是看下午，全天不看，您是累得慌。这半天能赚多少钱呢？有佛友跟我说，最少2000打底儿。你说这一个月算下来能挣多少钱吧？说人家那个住那个地方啊，像豪华别墅一样，金碧辉煌。我没去过，我也没看过，我听佛友说一进他家以后吧，你都不知道找不着东南西北。我说不单搁他家找不着，我在我家我都找不着东南西北。因为他家一个孩子上学，每天的零花钱是100块钱，就是一天不带少的。你不拿这100块钱，孩子不去上学。所以请同学吃饭，哎，上什么网吧，全都是用他妈妈挣的这个钱。我就想，这个钱那么好赚吗？这个钱那么好花吗？我怎么没把它看作是一种福报呢？我觉得它不是在造业吗？你这一生，你觉得你赚了很多钱，你享了很多福，你想没想，你下一生你到哪儿去？肯定是三恶道，别无选择。有的人家有钱，比如说我的一个小外孙子来跟我说，他在哈尔滨市内的一个大学上学。他说：“姨姥，我们班有一个有钱。”我说：“他家有多少钱呢？”他说：“他家的钱，他说没数。”没数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每个月的花费是3万到4万，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啊。每次来，是家里开车送过来。回去开车接回来，再接回去，就这4万块钱。我说那每个月咋花呀？我说你们看没看明白呀？我那小外孙子跟我说，他说叶老，他请我们几个同学去吃饭，买了一瓶什么头酒，人头马，对，人头马，说那一瓶酒是3000多块钱。我说你们几个人啊？他说我们4个人5个人吧，就4、5个人。我说那一瓶也不够啊，那既然他家有钱，那就买个10瓶8瓶，或者是每人分一瓶喝呗。我说你们都喝了吗？他说喝了。他告诉我，他说姨老我不会，我也没见过这场面，到了以后吧，他说我一口我就粥了。完了人家服务员过来就告诉我说你这么喝不对。我说那得咋喝呀？实际这孩子不会，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个酒不是倒了就喝吗？孩子说不对，所以服务员告诉他怎么得一小口一小口的品。我说那你们玩了多长时间，吃了多长时间？
他说吃了个通宵。我说一共花了多少钱？他说一共花了不到3万块钱。就这五个孩子一宿花了不到3万块钱，可怕不可怕呀？你说这个家长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爱护他，你还是关心他？你这不送孩子下地狱吗？但是多少人懂得这个道理呀？现在这孩子是大学3年了，你说这3年他花费了多少钱吧？他花了这个钱，后面跟着就是他的罪业呀，他不是修福修慧呀。所以咱们听了以后真是毛骨悚然的，太吓人了。还是穷点好啊，穷点咱没有这钱给孩子去造业呀，这给他修点福修点慧吧。所以你说人家可能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快乐的，花钱如流水，我们学佛人可能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快乐。前几天有一个佛友跟我说，也是一个佛友，也是信佛的人，家里做的好大好大的买卖。这个佛友告诉我，他说据看他家可能大概能有个1800万吧，有车还有马，完了还有大院套，那个院子好大好大的，有什么房子怎么回事儿的。后来呢，这个佛友她丈夫就突然得了一种病，得了一种病吧，他自己可能认为他活不成了，他就交代要交代后事。据说呢，这个人没有多少文化，他平时做这个买卖这个账目啊都在他脑子里记着，不像咱们记账本，他没有这个，他脑袋就是账本。我说这脑袋也真好使，比电脑还厉害。现在他得病了以后吧，他就觉得他活不成了，他就想安排这个后事，就想把这些账目跟他妻子说清楚。结果他妻子呢怕他丈夫死，就说你别跟我说这些，你一定能好，你好了以后还是你自己记着，你自己管吧。结果说这话没几天，他丈夫死了。你说他这个来往账目都搁他脑子里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说这个他可带去了，是不是？你说你打你就砸碎他脑袋，你那也不像电脑屏幕能显示出来了，没了。你说这么大个家业，别人欠他多少，他还欠不欠别人的，无人知道，一切都了了。我跟那个佛友说，我说如果那些欠钱的人吧，要是有良心的话，不管人家人在不在，咱们应该还给人家。那个佛友说，刘姨呀，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实在人呢？人死了账也没了，大家都知道他那账搁脑袋里，谁还呢？我说我前两天看一个电视，有一个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那个人给了他1000块钱，后来他的运转过来了，他挣了点钱，他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钱还给那个人，但是他找不到了，他不甘心，他就为了找这个人还这1000块钱，他找了5年，找了5年，花了将近50000块钱。你想想，为了还1000块钱，他找了5年，花了50000块钱。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最后终于不负苦心，他把这个恩人找到了，他把这1000块钱还了。这个恩人非常感激他，说没有你这样的人呢，就这1000块钱我就给你了，你干嘛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找我要还这个钱？这个人说知恩图报，他说不在钱多少，作为一个人来说还要讲良心呢。你帮助过我，解决了我的困难，虽然对你来说1000块钱可能不算大数，对我来说那就是救命的钱呢。所以我想，为什么这样的好人给我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我们不能去学习他呢？你说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信佛不信佛，我说他现在就是佛。
不用说，我皈依了，我受戒了，我烧香了，我磕头了，我是佛陀弟子。我说人家这才是真正的佛陀弟子，人家不说做到了，就像那个许哲居士一样，老法师不说吗？他没有皈依，没有受戒，他全做到了，他是佛陀最合格的弟子。我们学佛的人就要向这样的人学习，踏踏实实的做佛陀的弟子，过我们自己快乐的生活。再说一点，怎么样才能快乐？简单。第一盘光碟里，我记着我说，可能大家逗得都哈哈笑。头脑简单，生活简单，一切都简单。别人说的你听不懂，好；别人做的事你看不明白，好。你不要去研究它，你不明白，你非得要把它研究明白，累呀，不快乐呀。反正我不研究，你说的话我没听懂，这耳听那耳冒了，我没走心。有的时候我姐姐都说我，小云呐，你这两年你怎么了？我记着你记忆力可好了，你记学生名嘎嘎的，一夜之间能把新收了这班五十几个学生名记得滚瓜烂熟，第二天点名我就不用看名册，我就眼睛瞅着学生叫他名，一个不带错的。我姐说你那本事咋没了呢？你现在你怎么连电话号都记不住了呢？我现在所有的电话号我就记着我姐家的了，因为我姐身体状况不是那么太好，我时不常给她打电话问一问。就包括我那佛友小慧儿，和我住一栋楼，两个门，我住三门，她住六门，我俩经常来往。就她的电话，我现在每打一次都得翻一次本，我自己都莫名其妙。那记性跑哪去了呢？后来我一想，不让你记你就不记呗，你记那号干啥呀？你一年能打多少次？打一次看一次呗，忘了好。不要记着那些杂乱事儿，那就是垃圾，是不是？记那些垃圾，你的心不清净。所以他们到我家说，怎么一看你就觉得你清净啊？我说你看我就清净，我说我没有你们那些个问题，也没有你们那么些复杂。有的人说，哎呀，我家如何如何，原来住了一个房子，住了一个房子呢，就是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呢是后结合的，她丈夫的老伴去世了，她的老伴去世了，她俩又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就住原来，就是她丈夫原来那个房子。她心里就总嘀咕，总觉得她丈夫那原来那老伴老回来找她，老闹扯，老有声音。完了，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刘姐，我住那个房子呀，一点也不安全，不太平。”我说怎么的，去小偷了？他说没有。他说我丈夫他那个原来那老伴儿，他怎么老回来找我闹我呢？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呢？我说你看着了？他说我没看着，我就是那种感觉，总像一个影子一样跟着我。我说是他跟着你还是你跟着他呀？我说我怎么觉得是你跟着他呢？你老想他呀，你老想他回来闹去呀，那个影子不就跟着你了吗？后来吧，他买了一个新房子，装好了以后搬进去头一个礼拜，给我打电话，特高兴：“刘姐，这个可好了，我搬新房子了，我家收拾的可漂亮了，哪天请你过来看看。”我说好。没过一个礼拜，又来电话了，黏黏巴巴那个声调：“刘姐呀，不好了。”我说咋不好了？不搬新房子了吗？我说那影不也不跟着你了吗？他说不行了。他说搁这房子我怎么又有一种感觉呢？我说又有啥感觉呀？那影又跟去了。他说那倒没有那种感觉，就怎么老听见声音呢？我说什么声音？他说有时候你就听呢，电视嘎巴一声响。我说我家电视也响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也响啊。我说那是正常现象吧。他说另外我家那个窗户对着对面那个楼吧，
说对那个房角，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说对着人家那栋楼的房角，我说那怎么的呢？他说那犯毛病。我说犯毛病得怎么办呢？他说整一个镜子立在那个窗户的外面，镜子冲外。我说那啥意思啊？他说那叫照妖镜，这样吧，那个妖就进不来了，就用这个镜子把它反过去了。他给我解释啊，我说那是照妖镜。我说那个妖啊，我怎么觉得现在在你心里呢？我说不是，说我说你拿那个照好像没照好，他不但进到你房间了，他都进你心里去了。我说你现在你保证每天你嘀咕那个妖照没照跑？他说是啊，刘姐，我真是老惦记这个镜子搁那起没起作用。我说你问我，如果你说你照妖，我说那个妖本身就是你自己，我说你自己就是妖魔鬼怪，你总想着人家是妖，你自己不就是妖了吗？你想着人是魔，你就是魔啊，你想人是佛，你就是佛呀。我说这老法师讲多清楚啊，你为什么老想着人是妖呢？我说退一步说，就算是有妖，我说他能和你干邻居，你是学佛的人，你为什么不带着学佛呢？敞开门窗欢迎这个妖进来和我一起念佛，将来咱们一起成佛，我这个多好啊，你干嘛要怕他呀？人还怕妖吗？完他一听说，哎呀，刘姐别说，你说的也有道理哈。这说的话过两天，我的一个佛友上我那去了，告诉我，刘姐啊，我现在长本事了。我说你啥本事？我花钱交学费，我研究易经，我会算命了，我会看相了，我会算卦了。我说行，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的。我说你这么长时间没上我这来，学会了这么多本事，我们就坐在我家亮台上唠嗑吗？他这么一扭头，哎呀，刘姐不好，我得给你整个什么，他说那名我没记住，整个什么什么什么，我得给你搁在这窗台上。我说那啥意思？他说你看那个楼角不对着你家窗户吗？这前两天这个佛友刚说完，他人这个来给我整这个照妖镜来了。他说的不是照妖镜，我不知道他要整个什么东西。我说得，你别往我家整。我说佛友来问我，你这是啥玩意儿？我说我没法解释，我说不清楚。完了因为当时来两个佛友嘛，那个佛友就给他使个眼色，还是捅咕他，意思是刘姐不信这些，你别整这些。实际说实在的，这些我确实是不信。我为什么住现在这个房子？我跟你们说说它的缘由。那个等于上我家去过，我家现在房子大房子，三屋一厅一厨那样的房子。可能人家有大房子比我家房子大，我没见过。我上调省政府以后吧，第一次分房子就是我六顺街，我现在儿子住这房子。人家让我去看这个房子呢，是82年建的楼，我家是最高层6楼。你说我去看了这房子，我是啥感觉呀？哎呀，咋这么大呀？那个房子是俩屋一厅，46米的，在我看来咋这么大个大房子呀？因为我原来住的房子都可小了，我结婚的时候跟公公婆婆住的是一铺炕，中间搁玻璃窗隔的，也就有个6-7米，也就那么大吧。后来升级了，搬到一个楼房，是那个套间的，先进大屋后进小屋，我和老伴住那小屋是6米，老爷老太太带孩子住这屋12米。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屋挺大。后来又上楼了，住4层楼了，我家那房子，我和老伴住那房子长了2米8米了，老爷老太太住那房那个屋14米。反正从来都是老爷子老太太住阳面，我和老伴住阴面。就这么一个小小问题在邻居当中引起了轰动，都问我家婆婆，你们怎么住大屋呢？你们怎么住阳面呢？我婆婆说，我们家从来就是这么住啊。人家说现在都是儿媳妇儿子住阳面住大屋，公公婆婆住小屋住阴面。
我婆婆回家跟我说，小云呢，咱们是不是住错了，住颠倒了？我说你说的颠倒了，我说他们是住的颠倒了，我说咱家没颠倒，就是这么有小房子，这不过渡过来的吗？所以政府一分给我这个房子，我一看那么大，因为我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后来呢又给我一个补差，因为正处级是80米面积，这不46米还缺面积吗？我正出差上佳木斯，完了一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刘大姐呀，快回来吧，人家谁出差呀，正是分房子关键时刻，你不在家什么破房子都得给你。我说没人要的，给我行，我也没回来，我照样出差走我的。我回来之后给我这个补差房子，就是葛新街那儿7楼36米多，人家说怎么样，让你回来你不回来，你年龄大，完了给你个最高层，完了面积是最小的。我说这个房子有一个好处，他们说啥好处啊？保证没人跟我争，是不是？我也不烦恼，他也不烦恼。完了结果吧，就是原来住这房子的也是我的一个同事，我俩办公室对个，他跟我说，刘大姐，我那房子我曾经做过简单装修，那个就这样，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我说你可别刨别扒，一刨一扒吧，你也浪费了。我说我去我还得收拾，我说你收拾啥样我就住啥样，我就搬进去就住就行了。后来我说咱俩拉个账单，他就说那个煤气多少钱，淋浴器多少钱，排烟罩多少钱，墙多少钱，灯多少钱，反正一笔我俩拉，最后拉出个6000块钱。我说行，你搬出来我就给你6000块钱，我就搬进去，我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后来我同办公室的那个小同事跟我说，刘姨你也太傻了，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呢，他那个破烂东西能值这么多钱吗？我说他给我装修好了省得我费事了，我就给他6000块钱。当时我手里没钱，我就跟我这小同事说，我说你明天给我带6000块钱来。他说，我说你回家跟玉坤说，你说刘姨借6000块钱，一个月之内一定还你。后来第二天他给我拿6000块钱，我就把这个钱给我那同事了，就这样一点毛病没有，乐乐呵呵他搬出来住新楼去了，我乐乐呵呵搬进去住他这个房去了，啥事没费，你说多好啊。后来我们主任说，树云呐，全委就这么交接房子的，只有你们俩没有矛盾，其他的全都闹闹吵吵，搬出来的想要多点钱，搬进去的想少给点钱。哎呀，我说何苦来的，要多少就给多少就完了呗。我说你咋不寻思，人家装修的时候人挺辛苦啊，是不是？你进去了就住，你没辛苦啊，你花点钱不理所当然吗？所以这个事儿你说这快乐不快乐，他们那些闹的吵的，结果弄得两败俱伤，同事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见面多尴尬。我和我这个老同事一直非常好，我俩办公室就对着嘛，他比我小，刘大姐长刘大姐短的，一点心理隔阂没有，真是他没觉得刘大姐给他出难题，我刘大姐也没觉得我这个老弟说光我黑心光我多要钱，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问题处理完了，好像哎呀，圈委都觉得挺惊讶的，哎呀，还有这么处理的呢。完我说，我就开玩笑，我说要知道你们都闹闹吵吵的有意见，我咋不给你们介绍介绍经验呢，让你们先学学呗。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这个问题呀，可能是你也遇到了，他也遇到了，他也遇到了，就看你怎么处理，你处理的方式方法不同，你得的结果就不同，有的得的结果就是烦恼，有的得的结果就是快乐，付出就是快乐，索取就是烦恼。阿弥陀佛。为什么有矛盾，就是还是说白了还是自私，还是为了自我。有些个矛盾吧完全可以化解，为什么化解不掉，
就是你没认识到，没把那个化解问题的办法想出来，也就是说缺少点智慧。我们没有大智慧吧，也先学学一修，先画画脑袋，画出点小智慧来，这不也把这问题解决得挺好吗？我面临的一些问题吧，我就觉得处理完了以后心里特别快乐。你比如说我家穷亲戚多，穷朋友多，我没有富亲戚富朋友，我公公婆婆那边的亲属都是农村的，农村吧就比咱们城市困难，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从结婚那天起，现在我老伴儿不说我吗，都是你给惯的，都是你给养成的。因为我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没把钱和东西放在心上啊，所以那些亲戚朋友来都有所求啊。我那时候工资29块钱，3年以后涨到32块钱，32块钱又隔了3年涨到38块钱，38块钱就一直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嘛，就不涨工资了，我就38块钱嘛。我老伴儿那时候工资是41.5块，我公公的工资是58.5块，完了这就是我们全家的工资。所以那些亲戚朋友来，我真是倾其所有，有多少拿多少，没有出去借去。我觉得他们比我困难，后来就真是就形成一种习惯了。比如说姑娘结婚，儿子结婚，基本都派遣到我们家来结。我当时那时候就简单呢，无非也就是买套衣服，买点所需要的东西，那时候简单。结婚不像现在，现在我拿不起啊，那现在结婚能给得个万把千几万的，那时候也就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完了后来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我老姑家的弟弟，他需要钱。那个时候我病得很重的时候，那个我们一个市的经贸委一个主任，她是女的，我去出差的时候，我觉得跟我处得非常融洽。哎呀，她说听说刘大姐有病了，我们一个老处长去出差，她非得让那老处长给我拿回2000块钱。这老处长实在推脱不掉，他说肯定我拿回去得挨说，你不能让我拿，你实在要给他你自己去送吧，我不敢拿。那个主任就说求求你了，你就帮我捎回去呗。后来这老处长就把这2000块钱给我拿回来了，和他的老伴儿还有另外一个处长，3个人搭伴儿来给我送这2000块钱。进屋把这2000块一拿出来，我就问什么钱，不敢跟我说谎，说树人呢，我得先检讨，这个钱我拿回来错了，但是我不拿又不行。你说那面让我拿，我知道回来你肯定得说我拿错了，那我先检讨行不行？我说哪儿的？他说哪个市什么什么主任托我捎给你的。我说你咋拿来的，咋送回去？我出差路费我给你出，你不是出差公家报销吗？你这回送这2000块钱来往路费我给你出。当时我一脸严肃啊，我老伴儿搁旁边看着都有点下不去眼了。后来跟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那么大岁数老处长，你说给你捎一点钱，你没鼻子没脸的。我说这事儿得严肃，这不是小事儿。后来他老伴儿和那个处长说情，说树银呐，就求求你了，就你先放着行不行？我说那可以，你先放着，我等我病好了我自己处理。这不就放着2000块钱吗？这2000块钱我老伴儿看着了，看着下乡去串门，正好我这个弟弟需要钱，他就跟我这个弟弟说，你上我家去找你嫂子吧，你嫂子有2000块钱。我这个弟弟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说，嫂子我来有点事儿。我说啥事儿你说。他说我哥告诉我说你现在手里有2000块钱，你借给我呗。我说那真有2000块钱，我说拿去吧。我当时就把这2000块钱拿去了。过些日子又来了，说嫂子2000不够。我说你还缺多少？他说我还缺2000。我说这2000我可没有了。我说那样吧，我给聪子打电话，就给我姑娘打电话，我说你给你杨叔准备2000块钱，赶快送回来。
我姑娘就给她杨叔准备2000块钱送回来了，这不就这一个地就拿去4000块钱吗？后来呢，到秋天了，他还我2000块钱，我说你还我干啥呀？那么困难，你花了就花吧。他说嫂子不行，你要没有病吧，我还没啥想法，你病的这种程度，我不忍心花你这钱。他说那2000我有了我再还你，我说不用不用。这不就他还有2000块钱没还吗？另外一个弟弟是我三叔公的儿子，也从我那拿点钱，他来说嫂子我缺点钱，我说你要多少，他说我要3000，那时候存折还在我手里呢，我的工资折，我拿出工资折一看呢，因为前几天另外一个老弟来要1500，这我一看这工资折里还剩1600块钱，我就跟我这个弟二弟说，我说我这个折里还有1600块钱，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老伴你再给弟弟凑1400块钱呗，这我俩不就加起来是3000吗？我老伴说我不给，我说求求你了，你看来一趟不容易，他一定是憋住了。我老伴说我最多能给他凑400，这凑400这不加我的就2000块钱吗？这我心好点扣住这400也行吧。我说那就拿，因为我老伴的那个工资折我没看着过，他自己保管，完了我说那拿你的折去给取出来吧，完了就拿我的工资折，拿他的工资折，取这2000块钱，你去了3个人，我这弟弟跟着去了，我儿子拿我的折，我老伴拿他的折，你说浩浩荡荡的一个大队取了这2000块钱就拿走了。这个弟弟很困难，我给他们的钱从来没有往回要的那个感觉，那个想法，给了就是给了。后来说给他妈妈过生日，农村过生日收钱，收了点钱，我这个弟妹啊就给我送回了1000块钱，说嫂子我先还你1000，那1000等以后有了我再还。我就把他拽到我那屋哈，我说你别吱声，别让你哥听着，我说你哥听着吧，这个钱肯定你哥就得留下，我说我吧比你富裕，我说这1000块钱你也拿回去，你就尿不悄的，你哥要问你干啥来了，你说我来串门来了。我俩真是在屋里搞小动作了，嘀咕着说的，没让我老伴听着。后来第二天他就回去了，回去我老伴问我木林干啥来了，我说串门来了呗。他说这么多年他也不爱串门，他怎么想起串门了呢？我说他这心我身体不太好，来看看我。我就把这话就岔过去了，岔过去完了就过去了呗。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老伴又去串门，回来一进屋，这家可跟我跳老虎神的，哎呀，跟我吵吵的，你怎么回事？你啥事瞒着我？我一想坏，从那边回来肯定这个事儿漏了。我当时坦白吧，啊，我说你说的是不是指那1000块钱？完了说怎么回事？我说那次木灵来不是单纯来串门，他来还1000块钱，那钱呢？我说那钱我没留，我让他拿回去了。完了说你显什么大眼儿？好人都让你当了。我说那个进屋了你俩肯定有事儿呢，还把门关上了。完了，哎，当时我就生气了，我心这几个弟弟妹妹谁给我卖出去了。完后来我给我那个弟弟打电话，完了我弟弟说我们在一起唠嗑让我哥哥听说了，就他自己亲哥哥听说了，他说我华哥来我哥跟他唠嗑说了，就是弟弟们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吧，跟我老伴说了，结果回来跟我一顿跳。后来我那跳完了生气也生过了，我跟他说，我说老伴儿，我这么想的，你说他困难，一个农村住那房子据说都要塌了，我说咱们怎么忍心把这1000块钱留下？我说你现在住的是高楼大厦呀，我说你吃的是大米白面呢。完了就这样，后来我姑娘帮着我说，我姑娘说爸这事儿你做的不对，你看拿钱的这面都是你这面的亲戚，没有我妈这面的一份儿，完了你还跟我妈吵吵，当时就逼着我，你赶快去给我要钱，你这回你不把钱要回来我和你没完。我说得得得，你别生气，明天我就骑票去上这两个弟弟家要钱，我说不就4000块钱吗？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出去转一圈，我
借10000块钱，回来我要回来我给你，完了我告诉弟弟们就说还了就完事儿了呗。后来叫我姑娘把工作做通了，我老伴儿也不张罗要这个钱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所以我说你说像这样的事儿，如果咱不这么做呢，弟弟们困呢，咱于心不忍；做了呢，老伴儿这面又有点意见，再给他做思想工作嘛。完了我自己想，可能命运就是这么安排我的。我参加工作以后，老师这也是教人的，在变换工作呢都是正工，我没做过业务，我们委那么多业务处室我一个没待过，我全是正工，都是清水衙门。我说我就会做思想工作，所以现在就轮到我给我老伴儿做做思想工作。你看我老伴儿最后也想通了，把这钱也不再张罗要回来了。你说家里也挺和睦的了，完了弟弟们的困难我还给解决了，你说多好。所以我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咱们在座的可能也曾经遇到过这些事情，我告诉你们，不要讨厌那些穷亲戚穷朋友，你帮他一把，咱们不求什么功德，是不是？因为啥？你多生多劫，或者你的前生，你可能也困难过，肯定有人帮助过你。今生你好了，他们有困难了，轮也该轮到你帮帮他们的。那咱们帮帮他，咱又没饿着，又没冻着的，你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发发慈悲心嘛，发发善心嘛，是不是？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我说的确实像我刚才说的多一些，因为它和生活特别贴近。第四个话题我想说说，就是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第一次听说这句话以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那个时候不太理解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是老法师的老师方东美先生说的。老法师说，方东美先生的这一句话把他拉进了佛门。后来进了佛门以后，他才体会到了千真万确的真理，学佛真是人生的最高享受。老法师尝到了这种法喜充满的法味。如果我们听老法师的话，也去亲身体验体验，我们学佛人确实是快乐的，是最高的人生享受。你想，如果我们现在不学佛，就说面对现在的大灾大难吧，我们有的肯定是恐惧害怕，往哪躲，往哪藏，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藏。小三灾都是核武战争了，你说你还往哪跑啊？那大三灾就更不用说了，大三灾不星球都毁灭了。所以我们学佛人心踏实，踏实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依靠，谁是我们的依靠？阿弥陀佛。我们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移民了，是不是？什么灾我们不受了？你说我们心里踏不踏实？你就灾难就在眼前，和我没关系，我有极乐世界，我有去处，我有阿弥陀佛。你说咱们幸福不幸福？如果没学佛之人现在没有依靠，他是惊慌失措，你说往哪藏？最后你该上哪儿你就上哪儿，你躲是躲不掉的。所以就从这一点来说，学佛真是人生的最高享受。我说我们太幸运了，我给他总结了四大幸运。第一幸运，得人身了。你不要小瞧你这个人身呐，咱听法听明白了，得这个人身不容易啊，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你才能得这个人身呢、啊、不是说你这一生得人身，下世你还是人身，没有这个说啊。这是第一性，得人身。第二性，闻到佛法。第三性，闻到了净土法门。
性中之性呢？第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想说什么。第四性是什么性？遇到了老法师。阿弥陀佛。你说这四性都给予你一身了，你再修行不成就，你还怨谁呀？你遗憾不遗憾呢？你可惜不可惜呀？你还贪恋娑婆世界这点点滴滴的，你傻不傻呀？太没智慧了。所以说你今生得了这四性啊，你阿弥陀佛去吧，啥也别说了。真是啊，咱们一定要坐上那个大法船呢、啊、别那个大法船不上啊，你看着大法船在你面前你不上啊。有一次就是我没说，我跟大家唠闲嗑的时候我说我没学过气功，我看功把功看回来了吗？有一次就闭着眼睛心里想蹦啊哄的时候吧，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图，出现了一个什么图呢？就是汪洋大海没边没样，完了那大海里吧就有一条船，那个船呢好像是龙头凤尾，那个龙头这么立着的，那凤尾还这么翘翘着的，就这么一个大法船。法船上是谁呢？是千手观音菩萨，就是那么多手啊。完了这船下是谁呢？这不是这船在大海里吗？船下边那水里就是那些众生啊，小脑袋就这么一穿的一穿的，这两手这么往上扒呀，完了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吧就在这船上伸出那么多那么多的手就往上拽这些个众生。哎呀，拽也拽不过来呀，拽了这个那个还没上来，拽了那个还没上来，就这么拽呀。完了睁开眼睛一看面前什么也没有，哎呦，我就想，就是刚才我是做梦吗？实际我看得很真切。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千手观音，那我们能救多少众生啊？是不是？我们何止是千手千眼呢？无计其数，是不是？我们的手无量无边。我们在学到了本事，那我们才能救众生呢。所以我就想，我就永远记着那个大法船，我就想。我们每个人，如果你看到那大法船了，你可千万上去啊，你可千万别犹豫啊，上了大法船那就是回家的船，一定要坐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大法船回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学佛幸不幸福，快不快乐，不学佛的人我估计他看不见这个大法船，他也不明白这个佛理。所以咱们幸运呐，幸福啊，你加多少个幸都不过分，太幸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作为我们，说我既然进了佛门，就要把自己的一生一世交给阿弥陀佛来安排。刚才我不说吗？舍掉小我得大我。舍掉大我得无我，无我你也得到了，今生你必修成佛。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今生今世这个机缘不能错过。你现在遇到这个机缘，如果你错过了，你再多少生多少劫再能重新遇到这个机缘，那就无量劫了。所以咱们一定要珍惜今生今世，把握住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秒。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说真正的修行人只有今天没有明天。我劝佛友们万万不可有惰性，一定要勤要精进。我原来犯这个毛病，早晨睡到一点多钟两点钟我不起床吗？说实在的不愿意起呀，困呐，哪怕再多睡五分钟好像都幸福啊。也曾经这样得过切过过，明天再起吧，是今天再睡一天，明天还有明天。最后我想不行，我怎么改过来的？我听老法师讲法，
那就是警钟。你还有几个明天？你跟阎王爷签订合同没有？阎王爷几时招呼你去？我那时候跟佛友开玩笑，那是我病重的时候，我说我到阎王爷那去了，我溜达一圈，阎王爷一见我说，你不是这伙的，你来干啥，回去吧。我说我心跟阎王爷签个合同，他啥时候招呼我，还给我多少时间，我他说我不是那伙的，那我就回来呗。我说现在阿弥陀佛也没告诉我时间，所以你既然不知道时间，你就想这一秒钟给我留出来的是念佛时间，也可能下一秒你就往生了。你不要想我还有下一个小时，我还有明天，我还有明年。所以现在我就想，每一分每一秒对我们学佛人来说都非常珍贵，万万不可懒惰，不可向懒惰者看齐。有的人说，人家谁谁谁，人家也信佛，人家也没这么马马虎虎的。你真是有规律的去办你的这些事儿，一点不觉得马虎。你看我现在每天2点钟读经，到晚上8点左右睡觉，就整个这一天我一点没有困倦的意思，特别精神。就是你已经形成习惯了，另外心里有一种支撑，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你。什么力量？阿弥陀佛。你想不想见阿弥陀佛？你想不想把你自信的阿弥陀佛念出来？你如果想这个，浑身充满了力量。所以第一个题我讲业力深转为愿力深。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坐着吹牛，我觉得我怎么现在就是愿力深，我觉得我有病那个业力深不知道跑哪去了，云消雾散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不但没有病痛，而且浑身充满了力量。如果你哥1年多以前你让我上医院去照顾病号，我想去我都不能，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精神，非常疲倦。这1年多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现在我说我自己认为我现在是成愿再来，我是愿力深，我就是要为佛有服务，要让更多更多的众生明白佛法，明白这个道理，跟我一起成佛。我们有大福报又有大因缘，所以说咱们应该有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大圆满的结局就是今生成佛。另外我们千万不要忘本，一定要知道报佛恩呐。没有佛，你说咱们不是迷迷糊糊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吗？现在咱们是不知道怎么来的，迷迷糊糊来了，一定要明明白白的去，是不是？千万不能迷迷糊糊的去了，一迷糊你就到三个道去了。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谢谁？感谢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感谢阿弥陀佛，感谢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对众生的教诲和救度。我又有4句话要告诉大家。你没看我今天拿了个小纸条吗？我就想别像昨天是一对着小镜头我忘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了，要怕忘了的时候我就瞅一眼，但是没戴眼镜瞅不清楚，但是我记住了，我能说清楚。这4句话是什么呢？是释迦世尊真伟大，留下经教皆实话，返璞归真自性现，佛陀即是你我他。我们能成佛，感谢世尊，感谢阿弥陀佛，感谢十方诸佛。你说我今天给你们说这些话好像真是掏心肺腑，我除了这个小纸条就是一个钢以外，就我怕忘了拉了一个钢以外，其他的都真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话我告诉大家，准备没有用，准备不出来。
你准备了到时候用不上，你就往这一坐吧，说些啥你就开口就说，不是说我有本事我有辩才，我告诉你们不是，是佛力加持，我没那么大本事。我就觉得早晨刚开始我磕三个头的时候，那佛力就加持上了，我亲就不突突了。就像我第一次跟我们居士林去那个听佛法，那是我第一次去吗，老居士们讲那个学佛心得，我听特别高兴嘛。后来小慧不非捅过我让我去说吗，我说我不说，我说啥呀，他说刘姨你上去说，按我性格我绝对不会上去说去。但是那天我特勇敢，我估计不知道哪个是护法呀还谁，大概捅过我了让我上去。完我当时就说，我说行，我说我那天上午是最后一个去说的，说了40分钟。上台我说的啥我自己不知道，你再让我重复我重复不上来。底下下面那么多老菩萨就一个劲儿的阿弥陀佛，我不知啥意思，那是我第一次上道场，就是人家那圆圆垫的，我现在干啥的。后来小慧说刘姨这是磕头用的，就那我都不知道。完了那些老菩萨搁底下听一劲儿的阿弥陀佛，后来我问小慧，我说我说的时候他们怎么老阿弥陀佛呢，小慧说那听欢喜了就阿弥陀佛。完我才知道，结果说完了以后吧，我跟那天我跟几个佛友唠嗑，我说嘛傻呀，过了些日子人家说地藏期打完了，完说刘居士你那天说的大家挺爱听，你明天再来给大家说说呗。我啥话没说，电话留着说行，撂下电话我回头问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明天我说啥，我老伴儿说我你刚才电话说的那么干脆行，这撂电话问我说啥，我哪知道你说啥呀，那你说答应了咋办呢，说话得算数，第二天我就去。去了以后吧，真说实在心里真突突，这说啥呀。完了上午两个一个出家的师傅讲的，一个在家的居士讲的，我是下午第一个。中午我都叫吃饭，现在我知道那叫国宅。一个大圆桌，我们十来个人，就是吃的啥饭吃的啥菜，人家都唠的啥嗑我全都不知道，我脑子里就想我下午说啥我下午说啥，就这一句话，就吃这一顿饭完了，这下午说啥也没想出来，这咋整呢，真是紧张啊。那我可真告诉你大实话，真紧张。完了下午人都做好了，主持会议那个叫他们叫他李部长，就开始里面开始介绍了，下面请谁谁，我这海星服穿好了以后搁门外站着等着呢。那你说人家话一落音儿，我死活不能往后跑啊，我得进这个门进去啊。哎呀就逼得我进去吧，就在他话音要落我要往里迈步的时候，脑子里就出了一个题，佛法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呀我一激灵，这不给我出个题吗，那今天就让我讲这个呀。但是马上就迈步往里走了，内容是啥呀，你没有机会准备了，啥喝上台吧，啥喝就上台了，上台开口就说了40来分钟吧。那个就是那过道啊，就是那我从这个门进吧，完这不是过道吗，这两边都是那个那些老菩萨们坐的，完了下面这面全都是都坐满了。我下台的时候我给你们学学我啥模样啊，我就这样，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都说些啥呀，一边搁这过道一边往外走啊，就这个表情这个动作呀，我这完了就这过道这面一个老居士吧就这样，完我这么斜眼一瞄他吧，他这样我心里好像落下一点地儿，哎呀他这样说明我讲的还行，我自己心里面讲。完我就出去了，出去以后我就到刘林长那个办公室沙发那坐着去了。完了他们上来以后吧，他们就过去了，我就问这个老居士，我说你这个啥意思，他说你讲的太好了。我说我讲的啥内容啊，他说你讲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佛法。哎呀我一寻咋对上号了呢，我进门之前给我的那个题他咋知道呢，你看他说的我讲的就是内容，所以我告诉大家就坐在这个地方绝对是佛力加持，不是我能说，不是我有辩才，真是佛是大智慧呀、啊，所以咱们哎呀我家里这事儿我得怎么安排，那个事儿怎么安排，我说那是傻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一切交给佛菩萨安排。你看净空老法师人这一生，因为佛菩萨给安排的，虽然前半生也遭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那佛菩萨考验他，是不是？你现在当法师多有福报，人家老法师把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咱们还没听明白吗？往生有把握了，是不是？我现在不就希望老法师往生啊，上品上升啊，是不是？我有的佛友说，你咋不去看看老法师呢？我说这个问题我没寻思，我说我不是不想老法师，因为老法师讲碟他告诉我了，他说你每天看碟，你每天都在和我对话，每天咱俩都在见面。我说我就每天看碟，每天都和老法师见面，老法师咋告诉我的我就咋做。我说我不用跑到香港去，跑到澳洲去看老法师，我甚至我想劝劝佛友，你们也别老跑了，让老法师倒出点时间吧。去了以后，你提五个问题，他提十个问题，老法师已经80高龄了。他一是高僧大德，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是高龄老人了。咱们可怜可怜他老人家吧，给他多留出点时间吧，别老去麻烦他了。完了也可能有人看到这儿，可能要说，你穷嗖嗖的去不了嘛，所以你也不想让我们去。我说话不能这么说，是不是？如果我要想去的话，就这点路费，我凑我也能凑上。我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真实想法。我就想，你信老法师的话，你照老法师的话去做，你就是老法师的好弟子，你就是佛陀的好弟子。不用那种形式，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最后说两句，两天来跟大家说了那么多大实话，对也好，错也好，如果大家有一点受益的话，真是阿弥陀佛。如果真是有的地方讲的不如法不如理，大家可以提出批评建议，是不是？咱们不要误导众生，这就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想法和愿望，绝对不是谦虚。就讲到这儿，阿弥